OK， 今天呢给大家开箱一款遥控挖掘机。首先呢，它的外观仿的是一款沃尔沃的矿上挖掘机，看起来非常的霸气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它的外包装呢看起来非常的大气啊，一个手提式的外包装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功能，全方位遥控，2.4G赫兹频率，这个频率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多台挖掘机在同时操控，不会实现这个串频。然后有一个侦车的操控，跟侦车操控是一样的。680度的转向系统，还有一个逼真的光效、逼真的音效啊。现在呢，我们来打开外包装。先看到一份说明书啊，专业级22通道遥控合金挖掘机啊，这台挖掘机的售价只要400多人民币。来看一下它的外观，一个非常漂亮的机型。包装箱里面呢，一共包含了说明书一份，我们可以看到是专业级22通道遥控合金挖掘机啊，比例是1:14，但是它实际的比例没有那么大。然后就是一个手柄式的遥控器，操作是跟真的挖掘机一样的啊，摇杆的。然后一个 USB 的充电线，一块2000毫安的锂电池，用1个小时完全没有问题啊。在创意这边下单，是每台车多送一块电池的，然后再顺丰包邮的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挖掘机的整体外观，整体的做工还是非常的精致的啊，比如说这个小踏板，还有这个驾驶室的护网。整体的细节还是很用心的，还有这个挖斗更加仿真，非常的漂亮啊，一个合金的挖斗，铁的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，然后排气管呀，对吧，两个空滤啊，还有这些扶手啊，整体的做工还是很好的啊，细节还是很用心的。这一期视频呢就到这里，下一期视频我们来通上电，来试一下它的动力如何。